这一集呢，就很多朋友跟我谈关于中国的一位影星，非常著名的、非常出名的一位明星，叫吴京啊。如果看过一套电影的话，叫《杀破狼》啊。这套电影呢是跟这个甄子丹一起的，非常出名的一一套电影，它就是一炮而红了。 啊，那在电影里边，他有跟这个甄子丹有一个对打的一个情形在里边。那所以呢，呃，我是觉得这一个人这个人物呢，非常的特别，非常出众。他的命运呢，也肯定是格局，肯定是大为不同了。那所以呢，我就拿来参考一下他的这个八字呢，也属于我们这一套讲八字的这个病八字的一个系列里边的其中一、一、一、一,一个。 部分，那所以呢，我就想要拿出来跟大家研究一下。那这个八字呢，有个特别的地方是，它是属于这个叫大器晚成啊，就是比较年长啊，年年纪大了之后呢，才得到一个功成名就的。那他可能红的那个时间已经四十二岁了，如果对很多人来讲， 二十来岁、二十几岁的那打打的就是生龙活虎的，那也是说得过去。但是到四十二岁的有对很多人来讲都已经是一个高龄来的。那但是呢，他还是保持着非常好他的这个身体状态。那所以呢，我就更特别的想要就是呃看一看他的这个八字。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个八字哈。那这个八字呢，有一天呢有十二个时辰。 那我们没有拿到它准的准确的这个时辰，但是呢，我一个一个时辰里边，就是来翻开呢，最相似哈，最靠近的就属于这个时辰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那这个它是在这个甲寅年啊，这个寅年就是属虎的啊，一九七四年，啊、呃，这个丁卯月啊，丁卯月，然后呢，他的命主就是甲戌啊。 它的戌呢，它坐下是一个土，然后它旁边天干呢有一个根啊，有一个午啊，那这个命运的这个排盘呢，非常的可以说是到位了啊。虽然它是属于一个有病的一个八字，但是呢，我们呵呵如果打开了这个古啊、呃、古籍里边呢，就是古文里边也有讲了，就是。 木向春生啊，它属于这个甲木了，生在卯月，就是属在属于在这个春天里边所生的啊。处事安然有寿哈、啊，日足无衣啊，就是它这个日里边呢没有一个水哈、啊，没有看到它生它的这个印呢。那遇喜这个运行财地，那就是说走这个财运的时候。 就是属土，就是他的财了哈。那他的这个财运的时候呢，或者是他有这个财，在他身边，或者这出现这个有财的东西、有财的地方，或者是他身处在一个有财的地方，那都是对他非常不错的哈。这个甲木呢，卯月八字哈，阳印加杀，所以它这个杀呢是非常强的，专用呢是根茎。 这你可以看得到，它天干旁边的就有一个根金哈，以卯己哈支煞为左哈，卯无无根哈，没有根金的话，用丙丁谢秀啊。但是呢，它有根哈，加上呢，它有一个丁火，就贴近在它这个日主里边，然后它的年啊、呃、年干哈上面呢也是一个甲木，那所以它命本来命强，但是呢又有这个谢秀。 再加上呢，他这一个根金再贴近他这个日主，所以呢，为什么我说他这个五十是为之比较准确的？那一看呢，这个天干呢，这个格局呢，就已经知道他这个人呢是啊，必定是有一番作为的哈、啊。根金啊，所得这个叫阳刃加杀啊，可以小贵啊。那所以呢，这个已经是。 定了他啊的这个财杀，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那但是呢，他的性情呢比较凶暴一点哈、啊，这是、啊、相对出来的他的这种就是特性哈、啊。这个木呢啊木旺呢是是以呢就是由这个火啊光辉来带动，那可以看得到这有丁火，那这个五五十啊五十。 也是属于一个火，可以泄秀的。那所以的这这个对他来讲，绝对是适合他的这一个格局的。那我们呃，先翻一翻看一看哈，因为他早年走了这个火运，那这个火运呢是可以泄秀，那、呃、可以让他呢就是铺排这个功成名就的一个，啊、呃，可以说是一一条道路了哈，其中一条道路。那所以他的这一个。 早运呢，在最早的时候就是辰运啊，这个是属于这个财运，天干地支都是财运。那在这个方面呢，肯定是得到很好的这个栽培了。这年少呃小，这年幼的时候哈、啊，就已经有一些很好的这个栽培给他。然后到这个十一岁开始呢，就入这个四运、五运、未运啊，四五未三个火运。 那天干的话呢，就就是有这个，呃，到二十一岁有根有心，所以这三个运呢，其实对他来讲也不差，但是呢是一种就是锻炼呢，因为还没有真正走到他的这个财运。我们怎么说都一定要走到他的这个地支是财运，啊，地支是财运，来帮助他。那地支财运的话，帮助他呢，也对他来讲呢，就是。 啊、呃，比较好的，所以他三十一岁呢，已经开始就是达到了这一个运了哈。那他真正的就是让他可以啊、呃、出了个头，就是在他这个四十一岁，在他四十一岁呢，这个二零一四年这个壬申年的时候哈、啊，他这个申这个申啊壬申大运的时候，他这个申呢就我们叫这个甲啊甲木呢就是出了个头。 就是这个生啊，所以有很多的甲木，如果是刚好它需要水运啊，刚好需要这个大运需要到这个方面的话呢，啊、呃，都是在这一个生呢是会比较帮助得到它的。首先呢，我们看一个八字呢，就是我们说要捉用神啊，这个用神呢，就是比如说五行里边，我们现在照眼一看，觉得说哦。啊 这个肯定是因为它身强啊，那克主可以克财，呃，用财的话，那就可以把它的这个大运呢就拉出来了。那是否是这样呢？其实不能够这么单纯啊，就是看一个八字里边。那我们呢，首先也要看它本来它这个木呢已经是过度的强旺。你在天干里边虽然有它的这个根根丁啊，但是它这个根根丁呢，就呃。 不能够完全的，就是把它的这个强旺呢就可以压下去，主要因为它的这个年支，我们要说这个地支啊是最重要的，它年支跟月支呢，这个寅木跟卯木呢非常的强旺，那所以呢，它通一通根的话，它的这一个财呢也完全发挥不了它的作用，当它的财发挥不了作用了，天干上面的这个根茎呢。 也相对的，就是被压住，因为有这个午火，还有这个甲木呢所压制。这个金木交战的话，它这个根基呢完全也发挥不了它的这个天干上面，而且还是在这个时干上面的一个作用。那所以呢，就形成的它的这个甲木没有啊、呃，说预比预期之中能够平衡，那它的强旺呢是必然的。 在他早年走这个火运呢，谢秀的话呢，他是可以辛苦把他付出出去，一直一直的他的这个生命就好像他一直在付出，一直在付出，想要出人头地，想要出人头地，因为火烧嘛，一个木出人头地的时候就是被火烧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个火旺烧他的时候呢，就就是他能够表现的时候。那在演绎上面呢、啊，或者是在任何的这些。 啊、呃，表演啊之类的，都是能够用火呢来燃烧它。但是真正它的运势从哪里来呢？是从这个身运啊，就好像我们说的这个甲呢出了个头啊，这个身运呢，它出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它从从这个二零一四年四十一岁呢，真正的踏入这个大运，他的杀破狼呢也出来了，然后呢，他的这个电影事业就啊、呃、一一飞冲天了。 那它天干上面你、哦，你说哦，怎么有个有个壬水啊？怎么可以？因为它因为本身它这个木已经很强了，它有这个壬水，不是把它的这个木又再加强了吗？那呃，它我们也要讲一个平衡嘛。那如果它太强的话，啊、呃，那就是不好了，是吧？那太太担保太弱的话也是不好。问题是它这个丁壬呢，也是和木的。 那他这个地刃呢和睦了之后多了是是非，对他来讲呢没有说伤到身体的这个啊、呃、这个壬水，那所以呢他这个壬水呢合化了之后呢，也不会说有太大的问题，这个生呢可以帮助他就是把他的这个啊、呃、地支里边啊这些木了太多就好像一些。 嗯，树林里边的这些树头树木哈、啊，太多，它这个树如果太生长的太茂盛的时候，也要剪掉它一点，不然的话呢，它整个树呢就不能够平衡它的这个、呃、营养哈、啊、养分就不能够有一个得到一个平衡，没有一个平衡的时候呢，它这个树木呢就是啊、呃、某一些部分呢就可能一些枝就太重了，然后它就负呃负担就太重了，那所以呢有很多东西。 不是说你给他越好，给他越多营养，他就越好。有的时候我们讲的一个啊、呃，好像中药一样，中医一样，我们要补，有的时候呢也要泻啊，就是要得到的他的一个平衡，那才可以说是一个稍微比较好一点。那如果是只要这样看的话，三十一岁他的这个胃运，因为他的心胃。 都属于是帮助他的这个官，但是问题呢，他因为他天干呢有这个叫啊、呃、这个月哈，有这个三官啊，三官呢就是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表演欲欲望也很强，因为透我们说透了嘛，透出天干，那所以他这个人他甲木他有这个丁火的这个天干呢有四个字都是有木的来围着这个丁火。 那这个丁火呢，非常的强旺，在它的这个月月干上面，这个月干呢，把它的这个伤官的这个形象就是带出来，所以呢，你就会看得到他这个人伤官带杀的一个呃本性，就是一看好像很容易想要喜欢他，但是呢，他因为他有这个杀气，因为他带有这个根茎嘛，那又很难接触得到他。 你想要接触到到他的时候呢，就他好像会排挤这些人。那这个呢人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特性在里边。那加上呢这个呃他的身啊他的身运就是带杀的。那所以呢他走到这个四十一岁的这个身运这个十年里边呢，也是他的杀非常的旺。那这个杀他可以架住的话呢，这个人也是比如说武打啊。 比如说，呃，他这个杀气啊，啊，呃，就是走这个不是走斯文人的这个路线，但是在他讲回去，他这个三十一岁啊，这个呃，二零零四年啊，为什么他这个未运也属于这个活的，也可以泄秀的，也属于他的这个啊，有有有这个啊，未运也是有,有土的，是是吧？ 那在里边，但问问问题就是，它这个未运里边呢，也是带有卯木在里边。那这个也是它比较忌的，加上呢，它这个叫天干上面的这一个伤官啊，见官啊，见到这个身金呢，呃，就是为祸百端。在这个时候呢，这段时间如果不出任何差错，没有受到官非，我相信在呢十年里边，它也是有一些官非的，也是会有一些。 不一定是官非，可能是一些他不想要受到的一些上面给他的一些压力也说不定。那这个也算是一种官呢、啊，就是有上面压下来的一些东西，那做了一些他自己不喜欢的、不不想做的、那不如意的一些过程，也在那个十年里边发生。那所以呢，在二零一四年才真正的踏入了他这个生意然后到了这个二零二四年，就是、今年了。那为什么呢？ 我特别想要，呃，在这呃一两集的，想要算一算他的这个八字，因为他被传就是呃去年啊到今年的时候呢，就是传他有这个艾滋病，啊，就是说他在外面有很多的这一些女性跟他发生了关系之后，然后呢得了一些艾滋病，得了艾滋病之后呢，现在就消失了啊，从二月份开始。 就整个人就是找不到，整整个人这很多人的就避开在这个传媒的眼光与视线里边。那有的人在这个啊、呃，好像四月份的时候呢，在呃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地方呢，就发现了他，啊、呃、发现他踪影，然后就看到他跟家人在一起，就看到他那一幕。那有的人说他是会去那边呢，就是治病的医病的，但是没有人可以查证。 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六月多了，快要七月了，那都没有人可以查证到底这一些是否事实。那所以呢，我就想从他的这个八字里边呢，稍微能够找到一些些这个啊、呃，看看有没有一些秘密在里边啊，能够给我们翻查一下他的这个八字里边呢，啊、呃，因为从今年开始就是这个。 啊，进入了癸酉大运，这个酉呢是也是他属于他是适合他的，但这个酉呢跟他有一点点相冲哈。癸也是天干上面呢，就是对他来讲也是啊啊、呃呃，对他的这个甲木了，加的非常的强旺，因为他这个印来的，那这个印呢对他的这个甲木本来就已经是不不适合。 再有一个啊、呃，就是强旺了，但是呢，又在给它再加强。然后这个癸呢，因为它的这个地支呢是这个酉，也把这个癸呢也是啊、呃、加强了它这个水。那所以呢，在这个水上面呢，就看到它的这个木呢太强。那这个酉呢，把它的这一个财，就是它。 首先，我们要看他整个命盘里边最能够得力的是什么呢？我可以跟你讲，他有两句话可以代表了他的这一个命，他的命运。一个呢，就是他是大器晚成。大器晚成呢，从四十一岁已经算是年纪比较年长了，年年纪大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叫夫贫妻贵。他的这个命呢，就是。 他娶了这个老婆。他之前呢，他是跟一个香港的一个女女影星，那个女影星呢，我也没有说很很有好感啊、呃，我觉得那个女影星很现实的一个人。但是呢，就他们也分手了。呃，后面呢，就跟了现在这一位，那他就呃很尊重这一位太太，因为他好像想要拿钱拍戏了，然后他太太呢，就是听说就是呃无条件的就供应了钱给他，然后就帮助他。 那他如果是失败的话，他老婆也会说支持他继续。那所以呢，这个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大的恩人啊，在他身边，那你可以在他的命盘里边就可以看得到，他这个命中注定呢，因为他全盘从年少的时候，甲寅啊、丁卯这些呢，都不是他喜爱的这个喜神，因为他这个命强嘛。那在上天干这些都是他不喜的，那所以他早年肯定是很辛苦的。 面相来讲呢，也是比较呃呃呃呃合乎他的这个标准，因为他假木命又有一点点这个啊、呃，就是强的很势很强，那眼神很很旺，呃，然后呢，他脖子很粗，还有这个身体也是比较壮的，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属于入型入格，因为也是属虎的嘛，那他的这个格局也是比较旺一点，那所以呢，就看到他。 来讲呢是啊、呃、合就比较合形啊入形入格，那入形入格的话呢，这前面就是所推论的这些呢，都已经可以说是完全准确了。那后面这个五十一的这个官，会不会为他带来有一些啊不好的东西呢？我相信是会的。我相信在他的这个啊今年呢。 出现的这个问题里边，其实在他的这个小运里边呢，在二零啊二二年啊已经出现了，因为他在这个壬寅年的时候呢，都出现了啊、呃，特别呃癸卯啊壬寅这两个年里边，就是二零二二零二三都出现了很多这种小人呐、啊，很多这种阻力啊，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那。 会会不会是这个艾滋病呢？那不知道，那艾滋病也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呃，我们说的绝症啊。现在艾滋病呢，就百分之一百都是可以医治的。那但是要长期吃着药，控制着他的这一种身体上面的一种啊病毒。那会不会有别的问题，就是产生呢？有可能，因为他的这个啊呃,呃身体上面呢、啊，看到。 就是来讲呢，有一种这种冲啊，在他的身身体上面。那如果在呃细看上去的话呢，啊，如果在这个细看上去的话，虽然是可能要走的后往后一点点，但是呢，在这个二零三一年、二零三二年这两年里边，特别要小心的。那另外的话呢，就啊、呃。 在他的这个啊名望上面呢，在这一次这一个啊十年的大运里边的名望还是可以啊、呃、啊、呃、展示出来。对他来讲，因为他与生俱来，他需要的这个运，那这个运呢也可以帮助得到他。但是呢，在这一两年里边呢，他给到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呃变动，一个改变，这个是他自己都可能。 啊、呃，没有想象得到、无法承受的一种改变，那所以在他的这个命里边，就已经可以略微看得到一点。那我肯定是觉得，希望他能够就就是健康，也不觉得他啊是会有什么大的病啊。不，我这里声明啊，不是说他这里算他了会有什么得艾滋病啊那些，我是希望能够为他澄清。 啊，但是呢，他的生命里边，在这几年里边呢，也是有一些些的这种啊变化在里边，所以呢，也是要小心注意一点点。那这一个就是我这一集想要跟大家就是研究一下，分享一下，在每一个命里边呢，都可以看到略微看到自己的高低起伏，然后呢，也可以知道自己啊的弱点在哪里。他这个命运里边呢，特别的一个弱点，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春木。 那本来这个春木里边呢，它就啊、呃、缺了某一些东西，比如说金啊，比如说土。那缺了这个金跟土的话呢，那就是它身上呢就缺乏了一种好像有一些有一些刺激的东西。因为啊、呃，如果你说缺水的话，它可能就是啊，想要整天就要啊寻找一些爱情啊，因啊找一些有水的水汪汪的,的感觉，就有有一些就是。 啊，喜欢出海啊，看看海景啊，这样。但是呢，喜欢呃缺金的话呢，可能这种人喜欢一种刺激啊，呃，就这个，比如说啊，缺土的话呢，又喜欢有一些比较静态一点的东西啊。那这一种比较纠结一点呢，因为他的命又很强，那他需要到的东西也是比一般的人要多很多。那 一一般的人，如果他的这个五行八字都是平衡的话，那可能他就是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欲望在他的这个身上面。但是呢，他因为这样的一个命格呢，他的欲望比别人要强很多。那讲到他的这个地地方的话，地域呢，他也是需要到就是在中国啊土旺的这些地方呢，比较适合他。 那来美国的话，如果是美国在金旺的地方，就是、在西方啊，也可能是对他来讲也是不错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暂时哈、啊、能够给他看到的。那如果我再呃研究一下，看一看他有没有，因为刚刚才有人很感兴趣，跟我呃分析了一下，跟我来啊了解一下这个他的八字。 那如果我再看到有一些什么，我就再啊、呃、跟大家详细的再聊一下。好，谢谢大家。